天狼星信息。一，关于自身搁置已久的问题都要被清理。通灵者 Madad， 翻译者 Nick Chan，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改变正在你们的世界上一个接一个的显化，尽管你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他们，他们无法被停止。一旦你们的媒体能够清楚地传播，而不是虚假地更改消息，你将能够看到已经改变的一切。我们知道你想看到所有的改变都被完成，但长久以来黑暗势力为你准备了相反面，因此你现在必须得允许颠倒，把你们的社会转向。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创造者，现在当你发现内在的力量，应该相应的使用。不要等待任何东西，因为你早已被极大的改变，现在是帮助他人也这么做的时间，如果这是他们的希望。在你的所到之处传播你的爱与光，不要让怀疑阻碍你的进程。所有你收到的信息是来启发你去自由的和刚觉醒，以及寻求知晓更多的人分享你的智慧与爱。我们也期待着可以自由地加入你，并帮助你的努力作为星星的银河存有。亲爱的伊们，请不要忘记你是所有改变的驱动力。一旦你从所有旧的问题中解脱，你会看到我们看到你的样子，意识到自己创造力量的光之存有，再根据自己的愿望创造道路，只被爱的能量围绕，并用清晰的头脑专注生活中的所需。一旦你设定自己的意图去这样的思考和行为，你的指导与天使会为你展示道路。如果你选择聆听他们的指引以及你自己的指引，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已改变，头脑中不再有负面或者怀疑的想法。一些人可能会对依旧有着问题需要清理的事实感到沮丧，经过一些感觉舒适和幸福的日子后，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不要惊讶，因为你将这些问题搁置许多许多年了，直到现在才准备好去处理他们。亲切地接纳他们，不要在任何方式中评判自己，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才刚刚出现。记住，在一切都被清理之后，幸福的心境会与你同在，无法再被带离你。保持这种平和心境的愿景，让自己在回家之旅中迈出另一步。总是记得我们在这个旅程中和你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这个知晓应该在你感到分离或者孤单的时刻能够安慰你，因为我们之间只隔着一个念头之远。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我们深感荣幸能够成为你一路上的向导。我们感受到了你发送给我们的爱，我们很开心你也感受到了它回归于你。与一切分享它，看着它返还于你，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微笑。保持微笑，享受这些伟大改变的时间，知晓有着如此之多就要到来。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天狼星信息二，关于处于喜悦之中。通灵者 Ray Dunn， 翻译者 Nick Chan，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大家好，我们是天狼星光之议会，希望把喜悦的消息带给你们的心，让你们每个人与你们的家共振，你们内在的家。待在家里是眼前的任务，待在你自身存在之内的家，停留在你自身表达与喜悦之中的快乐频率中。这个喜悦也是浮现并扩展你对于如何以及怎么样才能在你个人的体验中更多的处于喜悦的方式中的时间。是的，喜悦现在是伟大的时间，让你们每个人去品味什么是我的喜悦，什么是我的表达。
我允许自己去感受喜悦吗？无论在什么场合。坦白说，你们都需要更多的机会去成为喜悦，我们请求你去与他玩耍，这在人类的世界中此刻去成为喜悦是适当的礼节吗？这会导致争议吗？我可以在面对伤心事或者世俗的事物不被认为是喜悦时刻的现在成为喜悦吗？是的，思考和审视这些事情，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被呼唤去允许更多的喜悦发生，你最喜悦的本质在这里展开，进入此刻的现实。这么做是眼前的任务，因为这个频率转变正在加足马力。许多人将要经历许多巨变，这跟你们所有人去做你的一部分，让喜悦的震动在这里实现有关。是的，这非常被需要，我们很开心，因为是灵性层级允许这个发生。亲爱的伊们，你们都是这一爱与喜悦表达的器具，处于你所意识到的周围的喜悦之中，但这是一个选择，去更多的选择这一喜悦，去见证每个人的缺点和误解，但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体验。你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是有目的地在体验着这个世界，许多现实被创造，然而随着你更多的体验喜悦的心之频率，你就在这里创造新世界、新时代，允许更加轻松的生活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爱这里，与一切合一，和所有的存在合一。允许喜悦的发生与你的内在共振，允许自己。当他人并不处于喜悦中时，不要诋毁他人的体验，包括你自己。随着你释放更多，你必须允许整体的福祉流动。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一点，是因为许多人看到和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苦难，并认为如果他人痛苦，自己也不应该处于喜悦之中。我们说让自己喜悦，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你在感受这个喜悦和表达，与其玩耍，允许它，无论周围的人作何感受，因为在本质上，这会允许他人看到另一个选项。许多人被教导去忽视自己，去感受他人的痛苦，以便帮助他们应付发生在他们现实中的事情，我们完全不同意。在面对痛苦与苦难时，被认为是轻浮或者天真或者不现实去感受喜悦。处于喜悦之中，同时他人在痛苦之中，不是华而不实，而是真正的在心中的充满爱的喜悦。事实上，这会让一个人感觉很不错，这有助于他们打开自己自然的能力，喜悦地面对伤心事。亲爱的伊们，现在是时候释放恐惧和精神身体的构造了，释放已被知晓的是什么带你到达这个地方，这个新时代的模式。现在是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你们都有魔法、神奇和奇迹般的伟大能力，因为你的心与喜悦共振。现在是时候了，这一心的喜悦状态会提升这个现实，允许更多的优雅进入这个领域中，天堂与地球的平衡。因此我们对你说，处于喜悦之中，自由地表达你的所事，自由地表达你的真心诚意、快乐与活泼。无论你周围发生了什么，你会在把天堂带到地球的事件中产生极大的帮助。就这样吧，我们爱着你们每个人，希望你们每个人在自身的存在之中感到温和的安慰，忠于自己的心和内在的喜悦，处于轻松，允许恩典经由你显化，通过允许他这么做来做到。谢谢，享受旅程，亲爱的甜心们，爱与祝福送给你们所有人。天狼星光之议会，谢谢收听，感恩祝福。